加拿大的刑事法庭中没有东西，去年的7月25号就结束了，就清白的，没有刑事发生在加拿大，在台湾也没有，希望这个结束了，都结束了就好。你说的很好，今天会是最后开庭，希望是，希望是，就这一次，然后这个也因为那个暂时搞不定，不知道讲什么，然后那个刑事加拿大的刑事法庭中没有东西，去年的7月25号就结束了，然后就清白的，没有刑事发生在加拿大，在台湾也没有，对，这样子，希望这个结束了，都结束了就好，谢谢。